我这个人是杠上上的，嗯，一手交钱，你看见过年我还不缺钱是，不缺，一年要买一根牛啊，一条猪啊，我存的几万块钱。老娘，哎，啊，这你这儿来了，他们说你卖猪是不是啊？就是你吗？哦哦，你在做啥？花菜吗？搞不赢了兄弟。咋的啊？两根酒。两根酒啊？哦，我还认不得你，给我听我的干儿子说。哦，也搞不赢。还喂了两根酒啊？大跟大师的带了头呀。哦，还喂。体面了。体面的很。他喊我哄个孩子，但是我顾的。不见得会。不见，你眼睛看看。我叫亲戚看嘛。嗯嗯嗯。胃疼没吃胃火，哎，手疼没做过，我就是我也挂队啊，我只晓得你咋做么的，我对不起你，搞不成。我们是李家平的，我年年都两根两根的，年年都喂两根。嗯，今年还没买节操猪啊？没。哦。靠，管你要哪个？哦。还有那个猪还合适啊？这个要小心。哦，这个要小心。嗯。管你买哪个，我也挂队。你定好吧，你现在找农村的猪，我也没去喂食，一定要看兄弟看。嗯啊，好，老师是猪师子，脾气的，还猪都在喂吗？搞不得，我今天帮我玩球，但我一个人呐、啊，一个人。嗯，啊，那个小的也就是200多斤的毛猪，肯定顶进200斤哦。你说你要分的，你不记得要，我就是。哦，这个猪还可以，这个合适，那个有三百多斤毛猪，这个猪。哦，这个猪有300多斤，那个只有200多斤呐、啊。你都按住个的？我没有，我们是那个自己拿回去烘啊，肉晓不嘛？这肉啊，我跟兄弟们舍不得弄出去的。啊，我娘家喂的猪，你不相信？我们的肉在锅儿里，它不得飘飘的白。啊不，我是硬吃烤，也喂的烤，草都整的。哦，就是。广东是在，这咱们中土的，我今儿年年都远肉嘛。哦哦。我就是俺的土地了，就是俺的卖了嘎。爹那的粮食喂完全的，我一个人我做人家冰球的。哦，那你还喂两个牛啊？我就在头啊，大根大石的搞不走啊，兄弟。啊，你凭想你去看嘛。很家伙，这头把是我的。这么多牛想的。嗯，我就在头。哦。把家是我的牛，草又不缺。草不缺。草不缺。哎，你那儿那个环境还怪好嘞。嗯，好。啊，那个菜园子还是比较方便啊。也是我的烤，你看我狗的一并不难烤。啊，这把是我的，这叫我不去喂完的了。全部都是喂的猪的啊？大不喂猪，我哪个人吃？哦，那肉不好吃，吃不了。这肥料还怪好啊？搞不走。也是。也没办法，生的一个人呢，女人死得早。26岁子的我。哦。排两个娃儿。哦。两个女子伯乐儿。我说花了妈个钱，你那个猪要咋开那个呢？是卖边口肉吗？卖毛猪呢？边口肉。边口肉你要好钱斤呢？你给个价嘛，你给个价，我听看我给你。这两天边口肉到处都下的价了，你要好多钱斤？你说嘛，我听下看看嘛。这个都是卖的25，啊，你说看看。但是这两天没得价钱，这些价钱这两天来下头他们都才杀的20，边口肉，这两天边口肉都下架了。那没法的，那你或者讲你跟我讲，我是硬菜的，我也没啥子事情了。等我把粮食喂完了，我明年买要买，带23年去的。哦，你还猪喂的有好久了？是好久买的节操猪啊？这猪还不去到年，哎呀，你买不起是外人。是这两天没得25的价钱了，这两天真没得25的价钱了。这我就说个实实在在的，你要卖的话，反正现在他们底下有卖20的价钱，你要卖的话，就给你多2块钱都无所谓，22。我说的是22，我整给你。啊？哎呀，算了，整给你。我这个人。值家伙，我也值，因为我跟你说嘛，你那个要顺着那个市场行情，晓不嘛？我就是电话，你叫个回下，我土地搞不赢，你直接给他打电话说嘛，你直接给他打电话说嘛。哎呀妈的嘛，成。
你直接打电话给他说嘛。给我一下，嗯，应该那个我按。就是个，嗯，我给按嘛。按。啊，给我一下嘛。嗯，那你给他说嘛。你给他说嘛，反正这两年市场行情，他们那些好多都是卖的二十了，没得那么高的价钱了，晓不嘛？嗯。之前是二十五。一块钱，一块钱，我跟你说二十三，兄弟。哦，对，我跟你说的，你说的，你个人，我说就给你拿二十二，晓不嘛？不，我这样打出去。他只给我二十二啊，来的。二十二，二十二啊，三十二。哦，二十二，嗯，二十二，我卖了那玩意儿，我也找不住，嗯，好。嗯，好。谈我卖。谈你卖吧。我刚刚走。都晓得那些行情，晓不嘛？嗯。哦，你来嘛？那你好久准备杀呢？我跟你说啊，嗯，我把树给你约到，明天、后天哥。后天杀吗？哦，一定咯。后天杀吗？哦，你莫哄我。哎，我不得不得。有人拿哄不得我。不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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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放心，你放心。哎，等我这儿来，我准备个柴。要不然明天一天后天搞，你早点到我这儿来，来吃早饭。要得嘛，要得嘛，要得嘛。没问题，家里吃、哎、或者啥都不拒绝。嗯嗯，行嘛行嘛、哦。你那一个人是瓜熊啊，哦、还喂两个牛啊。两个牛，八家人是我的牛。八家人家啊，嗯，那还可以。草不缺。草不缺噶。不缺。那还可以。苦家伙。苦家伙。你那是啊，这是苦啊，那个手势看得出来，哎哎哎。你莫把这肉弄出去的，你南岳炒的锅儿不得别哟。嗯嗯，我这个人是杠上上的，嗯，一手交钱，你看见过的我还不缺钱是，不缺，一年要卖一根牛，啊，一条猪，啊，我存的几万块钱，没问题是吧？哎，那好嘛，那好嘛，那好嘛，哎，那我就走了，哈，嗯、哎，等于把你耽搁到那么些哦。我把喊老二也不管你慢慢的杀。哎，要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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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嗯，你慢去。哎，那你就不来了。好。哎，你慢慢的杀。哎哎，好。我们这些人，你打个交道就晓得了。要得要得要得。嗯。哎。后天哥。哎，后天。你拿着手机找我。哎。